to ski for presenting Austria, Victor Pfeiffer. 好，下面要出场的是奥地利选手普利菲尔。普利菲尔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十七的。本赛季他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西班牙盲人作曲家罗德里格创作于1939年的吉他协奏曲《阿兰胡兹协奏曲》。下面这一套自由滑，他也将上四周跳。Thank you.
奥地利选手普菲菲尔，那么这套动作有些遗憾，他的后外点名四周跳起空了。在今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上，他的这个四周跳落冰跌倒，跌倒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起空。因为四周跳像今年在奥运会上，他周数够了，9.8的分值拿到，只有1.3，他最后还能得到5分，就算再追加掉1分，那他还有4分。而刚才的这个起空这个动作，他可能只有不到0.5分最后剩下。那么在后面完成的动作呢，应该说总的来还说还可以，问题也有，比如说后外结环三周的深蹲，菲利普三周的双足。先来看萨霍夫的三周结后外点名三周，这是做得很漂亮的一个连跳，之前有个阿克萨两周结后外点名三周的连跳做得也很不错。这名选手结束前的那个换脚的联合旋转有一个姿态，可能大家印象很深，因为很少有人这么做，他是两个手向后扳提刀。这就是那个双足落冰的菲利普三周跳，而且落冰的还要保证你的周数转够，如果差那么90度就会被降组，降组的话一下这个分值就要损失掉了。好，来看，先来看这个姿势，他是这样的向后扳腿的，就是提刀向后扳，他这样对这个身体双臂的这个柔韧性要很强。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技术分，技术分56.34，节目内分54.50，110.84分，两套动作总分是170.79，这样他现在是排在了第六，目前关金凌是排名第三的。